6月12日，张伟娇去杨业，在微博发布长文，以回忆的方式写下婚礼中的誓言，以及在家人的陪伴掩盖下怀孕生女的全过程和作为年轻宝妈的不易，并首次晒出孕照。照片中，杨业挺着孕肚在沙滩上和张伟亲密互动，甜蜜温馨。张伟杨业从在一起到公布再到最后的结婚，一直都备受关注，也有未婚先孕等种种的猜测。此次杨业的长微博为网友们一一揭开迷雾，文章字里行间里透出的幸福和勇敢也折服网友，纷纷留言力挺，佩服这种魄力和勇气，你们一定要幸福。